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雨山，又到了每周日的相聚时间啦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周日有什么重要的事项吧，Go go！6月17号周五祷告会，教会全体在 Zoom 线上视讯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诗篇88:2。我们也恭敬地献上我们的十分之一，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地上的种子，是树上的果子，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，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。